因为这场祸事，我也重生了一次。昔日周文王被拘禁之时推演《周易》，孔子在窘困之时编著《春秋》，屈原被放逐赴离骚，左丘双目失明作《国语》，孙膑被残害弯曲髌骨写出《兵法》，诗300篇，多数是圣贤发愤而作。我横遭祸事，身躯已残，青史不可废。太史公书是否拒绝？听我大汉太史，他写的书。此书当得我司马迁惨得一世，当得一世重生，堪称万世不朽。